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刚才我接到一个电话，耽误了半个小时，这个电话呢也很重要，值得呢提醒我们同学的注意。现在是乱世，妖魔鬼怪在这个世间呢，很多人要正信，正信是幸福。这些属于灵界，我们常常遇到灵界提到的信息，我讲过很多。可以听，要用智慧去判断，不能完全相信。尤其他要对你什么要求，叫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，我们要认真考虑，如不如法。法是以佛的经法为标准。来判断可不可以做，不能做的决定不可以做。一般的来说，对社会对众生有利益的我们一定要做，对众生没有利益的，是对我个人有利益的不能做。那很容易上当。对正法有利益的要做，对邪法有利益的不能做。一定要守住。一切磨难现前，这些境界现前，念佛都能化解。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。一个真正念佛人，真正修行人，有诸佛菩萨护持啊，龙天善神保佑啊，妖魔鬼怪虽多不得其便，他想来干扰的时候他干扰不到，这是所谓正，这个邪不生正，心要正，行要正，要坚定，不能动摇。我们讲到《大经科注》第480页，现在我们从第五行后半段念起，这是一段如宋灵芝四月，凡人临终神识无主，善恶业种无不发现，何其恶念，何其邪见，何生细念，何发猖狂，恶相非宜，皆名颠倒。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多临命众人都是这个现象。我在早年最早看到的是我的父亲过世，看到这个像就是经上讲的，那个时候我们不信佛，不知道什么叫佛，
啊，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，看到这种情形，束手无策，不知道怎样去帮助他。啊，那苦不堪言呐、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可见呢，凡夫也重。啊，我们相信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，哪个人不造业？几个人造善业？啊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造的不善业，走时候这种现象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现在我们学佛这么多年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知道如何应对。业重，临终之际更多颠倒啊！这举几个例子来讲啊。啊，佛以四大苦逼，这个我们常说的四大不调，啊，四大不调和，这是说的病痛。啊，生病的时候病痛，痛不可言。啊，尤其我们看到一般癌症的，非常痛苦，我们自己亲眼见过的。啊，要用吗啡，要用这些止痛药，有些未必能止住。啊，何能正念持名？啊，在这个状况之下，虽然经说了临命终时，一念十念呢都能够往生，这个时候的痛不可言呢，他没有办法了。啊，这就是业障。啊，障碍他不能听佛法。他不能够接受，在这个时候你叫他一切放下求生净土，他听不进去，甚至听的时候起反感。啊，所以真正在临命终时头脑清楚才行啊。啊，头脑清楚，有善有劝导他啊，忏悔业障。啊，最重要的是承认过失。啊，后不再造。念佛决定的生。这个净土法门是真不可思议。啊，无论造多重的罪业都可以忏悔。所以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！啊，这个道理我们明了，不明了他怀疑呀，他造这么重的罪，啊，佛怎么能接引他往生？这种想法说法似是而非，啊，不懂道理的人听到他讲的有道理啊。啊，佛怎么连这造无逆十恶回望佛法的人还接受他？啊，真忏悔啊，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了。啊，人真一回头就是好人。不管他造多少罪业，一回头就是好人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个道理是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
那佛是好人啊，他本来是佛，他造无量无边罪业是一时糊涂啊，只要肯回头，那就得原谅他，那就不能够计较啊！你把这些理东西搞清楚了，你就能接受了，这是应该的啊！不肯认错，不肯回头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在底下说，不能持名，何能何得往生？啊，临命终时，一句佛号都念不成，这个人往生的缘就没有了，就断了。故知凡夫往生呢，非凭自力。这个八个字重要，不是靠自己。靠自己，特别是造作罪业深重的，那怎么能往生？全靠阿弥陀佛第十九愿、第二十愿呢，靠这个，这连起来三个，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就靠这三愿。啊，这个三愿是保证你往生啊。啊，全仗弥陀大愿加庇，令不颠倒，实能往生。啊，这个是弥陀大愿加持，就是第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十八，生念必生。二，这个十九，发心念佛。二十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不但往生了，品位之高啊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实在讲，造大极重罪业的人，不是愚痴人，愚痴人做小罪业，不会造大罪业，大罪业都是大聪明人。都是大福报的人，要不然他怎么能做得了？啊，唐太宗往生，我们相信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忏悔，我做错了。啊，人家叫我做明君，啊，你看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表演出来给大家看的。啊，他造的罪业，杀人太多。啊，开国的皇帝没有不杀人的。打仗打了十几年。啊，武艺高强。武艺高强就杀人多啊，结果就要堕地狱啊，做了皇帝也不行，皇帝也得堕地狱啊。他只能出能够出来，实在讲呢，他在做帝王的时候，他是佛门的大护法啊，不但护持佛教，他什么宗教都护持。那个时候基督教刚刚传到中国啊，他护持。伊斯兰教也是刚刚传到中国啊，他平等护持啊，所以他有功德，有功劳啊，功德了啊，堕地狱回头了，认罪了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三愿读完之后，我们相信他能往生。
啊，何况他做了一个一桩大功德的事情，就是群书摘要。啊，这个对现前的社会有大贡献的，能救国家，能救民族，能救世界。啊，他往生是个合理的。如云中超越，娑婆众生，虽能念佛了，浩浩见思，实为佛断。这个浩浩是广大的意思。广大说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里头最重要的一关就是情执。啊，你看唐太宗到现在，大概1700年了，1600-1700年，忘不了他的皇后，所以他堕地狱与这个有关系，那障碍他往生也是这关系。啊，这个他要是明白了，往生之后再去度他的皇后，这就正确了。啊，他们这个夫妻感情好，这历史上就有名的。好像长孙皇后过世的时候36岁，很年轻。皇后走了之后，他一生不再立皇后，就是纪念他。啊，而且皇后葬在那个墓坟墓，他自己住的这个房子，窗户打开可以看到，对，念念不忘啊！啊，现在从地狱出来，头一个还找皇后，你看这个情执多重，这个麻烦多大了。啊，就这见思烦恼没有断呐，这是真的。你看，虽能念佛，见思烦恼没断呐，而能垂宗心不颠倒者，原非自利而能住持，乃权杖弥陀而来八极。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我们见思烦恼没断，那就得依靠阿弥陀佛。啊，你要不靠佛力了，你没有办法。啊，一定要靠佛力。当然，自己对这些情执要淡化。啊，淡化呢，一定要靠听经。啊，听经的时间久了，这些理跟事都明白了。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自然就看清了，不那么执着了，啊，真可以放得下。走的时候方便了，啊，这个阿弥陀佛是决定能够帮得上忙的。如果情执太重的话，有时候佛帮不上忙。啊，这个障缘太大了。关键就在临终断气那一刹那，那是关键的时候啊！所以祖师大德编的彻宗经量，就是宋宗啊，里面要注意的事情，第一个就是念佛人临终的时候，最好家亲眷属不在旁边。这不是无情，这是送他到极乐世界去。因为家亲眷属亲情重，啊，一哭一闹，啊，一舍不得，好了，他这动了感情了，他就留下来了。
这就去不了了。啊，去不了就到六道去了，这麻烦就大了。啊，祖师大德这种教诲是真正的慈悲。啊，家亲眷属离开。啊，断气8个小时之后再叫他们进来。啊，如果是要更安全一点，啊，更有保障一点，最好12个小时。断气12个小时之后，家亲眷属来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他走了，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不受干扰了，啊，可以，啊，所以学佛最好全家都懂，都有这个常识，都有这个知识，啊，能够合作，啊，有伤心，有哭的声音，不要让他听到。啊，最好是通通念佛，啊，这个时候要忍耐，忍住念佛诵诵，这最安全的，这是真正的，啊，对亡人有利的。所以平常时时刻刻对阿弥陀佛存感恩的心，啊，确确实实是靠弥陀。第18愿、19愿、20愿，这个3愿呢，我们这些人才能往生啊！啊，虽非正念呢，而能正念。只要这一句佛号不断，这就是正念。虽非正念是你里头还有见思烦恼没断，这就不是正念。而能正念，在这个时候。啊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其他一切妄念暂时放下。故得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。啊，弥陀经上跟我们说了8个字：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一心不乱是平时功夫。心不颠倒是往生的这一刹那，这个时候非常重要。但是心不颠倒是从平时功夫里头锻炼出来的。啊，这个世界什么缘都要放得下。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训练。喜欢的不贪恋，成慧的能忍住，不至于有怨恨心。啊，不如意的事情没有怨恨，常常保持清净平等，这叫真功夫啊！啊，镇住小本唐乙与悲华念经啊，此一一些，前面讲过啊。底下他又引用了小本唐乙，小本是阿弥陀经，唐乙是玄奘大师翻译的，这个本子很少流通，很少人看到，一般人看到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，啊，玄奘大师翻译的经题叫称赞净土佛摄受经，啊，就是阿弥陀经。
经文是这么写的：临命终时，无量寿佛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，前后围绕，来往其前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。这八个字好啊！啊，这个心不乱呢，是佛菩萨加持的，不是佛菩萨加持，这个功夫很难得，不容易啊。临命终时，佛来接引你，来加持你。我们平时念到功夫成片，佛光一加持，就到不乱。这个力量太大了。我们自己念到功夫成片呢，是生凡圣同居土啊。得到佛力加持啊，我们令心不乱，就算是事业心，是方便有余土。你看提升多少？如果是理业心呢，那就提升到十报庄严土。这都有可能呢、啊。所以善导大师讲啊，四品啊，这个四土三辈九品，总在于缘不同。这缘多重要！可见凡夫临终心不颠倒，亦不散乱，正念持名，全因弥陀慈悲加佑之力。啊，这经文上有啊，又《悲华经》有这么一段经文：临命临终之时，我与大众围绕，这个我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跟这些诸佛菩萨了围绕，现其人前，其人见我，见于我前呢，得心欢喜，又见我故，立诸掌合。啊，这个合就是阻碍，就是障碍。啊，即便舍身呢，来生我界，我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那么诸位这个地方要记住，往生是活着往生的，见到佛了，再把身体舍掉走了。啊，不是死了以后往生的，所以这个法门，这真正不死啊，没有生死啊，活着去的，到极乐世界也是活着，一生成佛。当生成就的佛法，不是第二生。啊，我们这一生跟阿弥陀佛来讲是接起来的，啊，是一生不是两生，活着过去的。又说愿曰：所有众生若闻我身，这个身就是名号，发愿于生我世界者，是诸众生临命终时，现令见我与诸大众前后围绕，我与二十入无异三昧，以三昧力了，在于其前，二为说法，以闻法故呢，寻得断除一切苦恼，心大欢喜，其心喜故啊，得宝田三昧，以三昧力故呢，
令其啊令心得念即无生人，命中之后必生我界。这个里头有个专有名词，啊，宝田三昧。没有单独的解释啊，但是与这个类似的呢，有宝印三昧、宝断三昧、宝具三昧啊，跟这个有类似的啊，有类似。那么这是属于宝印三昧。属于百八三昧之一，观法之实相，这叫宝印三昧。又入诸法无我，诸行无常，涅槃极灭的三法印啊，因为这里有宝印，谓之宝印三昧。诸法无我，我是主宰的意思，是自在的意思。啊，世间一切法是因缘生法，啊，因缘和合而生，缘聚法就现前，缘散这个法就消失了。啊，我们讲缘聚缘散，佛学的名词。现在科学家讲的名词也很好，它叫纠缠，纠缠在一起啊，这个纠缠就是缘聚嘛，啊，有聚当然有散，聚就现行啊，散呢，散开之后啊，这个行就消失了，聚散无常啊！啊，这个里头没有我啊！啊，住行，行是行动，这个行呢，也就是今天科学讲的波动的现象。这个波动现象是没有停止的，一个接着一个。啊，而且它存在的时间是非常简短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，它突然现前，立刻就灭掉了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。这个念头太微细了，这无常啊，涅槃即灭，这是讲它的体啊，住行无常，实际上就像呢波浪一样，水里面起的波浪一样啊，它的本体。是清净寂灭的啊，这三法成为一，实际上一而三，三而一啊，说的是一桩事情，
能够见到诸法无我、诸行无常、即灭涅槃，这就是正果了。在小乘是阿罗汉，在大乘是法身菩萨。因心见性，你才能真正的见得到。宝断三昧，为菩萨住持三昧，能断除一切三昧烦恼诸垢，如有珍宝，能知诸宝，令得洁净，是名宝断三昧。大概这个宝断呢，现在好像是金刚钻。它坚利，坚固锋利，它能够切玉，很多宝石用它可以能够雕琢磨雕塑。宝中之宝，宝具三昧呢？入此三昧，在一切净土，净是境界，悉为是宝，故名。制度论第47曰：宝具三昧者，得十三昧，所有国土悉成其宝。那就是极乐世界似的，诸佛如来所居住的十宝庄严土，那就是宝具三昧之所成就。那么这个是三藏法书跟佛学大辞典里面的一点资料。悲华经上所说的，跟玄奘大师所翻的《弥陀经》里面的意思完全相同。念佛临终的时候，佛一定跟一些大众来迎接你，来围绕着你。那么这些大众，我在前面也说过，肯定是无量劫中生生世世跟我们有缘的人，无论是善缘恶缘，他们遇到佛法的缘比我殊胜，比我早，那些人念佛都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今天我去，他们全知道，没有一个不知道，都会跟着阿弥陀佛来欢迎我们到极乐世界。谁都来了。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就知道，到极乐世界不孤单呢，不寂寞啊！不要以为我这里家亲眷属难分难舍，不知道极乐世界他家亲眷属人数更多，多的你没法子计算的。他们都在极乐世界。如果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，他不会来接的。这是佛不度无缘之人。决定是哪些人呢？不是阿弥陀佛选的。不是挑选的，都自动的。
全是有缘人。我们这往生的人见到了阿弥陀佛，见到生欢喜心呐、见佛就得到佛的加持，你什么障碍都离开了。这个时候你能够舍身，对，舍身就是断气了。不要这个身体了，来生过界啊，生不生苦。这个时候晓得生是我的累赘，把这个累赘放下啊，跟佛去了。又说愿曰：所有众生若闻我声，这个声声名就是阿弥陀佛这名号啊，听到我的名号，发愿于生我世界者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或者是听到阿弥陀经啊，知道极乐世界殊胜，知道阿弥陀佛的大愿啊，发愿呢，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世诸众生，这个人临命终时，谢令见我与诸大众，前后围绕。你看能见到啊？我于尔时入无义三昧。前面讲的宝断三昧、宝居三昧的意思都相同。我们看名词，意识障碍的意思。入这个障碍，入这个三昧，什么障碍都没有了。以三昧力，在这个人面前为他说法啊，他闻法之后就能够断除一切苦恼啊，心大欢喜啊，他也得包天三昧啊，以三昧力故呢，令心得念即无生人，这个境界高了啊！宝天三昧，小乘阿罗汉大道啊，大乘明心见性的菩萨真的了啊，令心得念，这个就是一念心在净土法门里面说，理一心不乱啊，即无生法忍。无生法忍最低的是七地菩萨啊，那所以我们知道啊，宝天三昧能帮助他得一念心，得无生法忍，
这是法身菩萨的境界。命中之后呢，彼生我界，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世间所显，他离妙用，迷为明显。啊，《悲华经》，玄奘大师翻译的《弥陀经》，啊，两本经里头对这桩事情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，《称赞净土经》是本经小本，玄奘大师翻译的，《悲华经》说弥陀因地，即极乐庄严，君名彼佛临终戒因，摄受往生之殊胜愿力。可见弥陀愿王妙德难思啊，大恩大利了，不可称量啊！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，知恩才会报恩，知恩才会真干。我们用什么报恩呢？真干就是报恩啊！决定往生见佛啊，一定要在这一生办到。下面给我们解释什么叫阿惟越智啊。阿惟越智是梵语，又作阿毗跋致啊。鸠摩罗什翻译的小本弥陀经上叫阿惟跋致，阿毗跋致啊，梵文是一种梵文，梵译是两个梵译，音都差不多，它是音译的。意思呢是不退转，是菩萨戒位之名。啊，居弥陀要解，莲池大师做的。啊，要解里的说。阿毗跋致，此云不退啊！中国意思叫不退啊，有三种。第一个是未不退，入圣流啊，不堕凡夫啊。那么未不退最低的是须陀洹，小乘须陀洹，大乘是信位呀。初信菩萨，别看到他是初信，他未不退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永远不会退成凡夫，他是圣人，这小小圣啊，小小圣没出六道，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。也就是说，他决定不造三恶道的业啊。三恶道的业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，他决定不到，这个不容易啊！啊，小小圣也可贵呀！啊，第二呢，行不退，恒度生呐，不堕二乘地。啊，这些小乘经里面可以常常看到阿罗汉、辟支佛遇到众生的刚强难化了，他就算了，别逗他了，就退心了。啊，你好意去帮助他、教他、劝他，不但不接受，甚至还侮辱你啊，甚至伤害你，
所以二乘人会退心，只有大乘菩萨修忍辱波罗蜜，他真能忍受，他决定不退，这大乘可贵呀。第三呢，念不退，心心流入萨婆若海，萨婆若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，一切种智。实际上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。一切智是指总相，就是认识本体。本体没有任何形象，叫真空。阿罗汉就能证得，所以他心是定的，他知道一切法空，他就能放下。但是这一切法怎么来的，他不知道。菩萨比他智慧高，菩萨知道这一切法怎么来的，是种智，种是种种。道种之，种种道理，为什么会有这些法？所以一切这个道种之是指相，一切智呢是指体，叫体相用。知道体这个智慧，是一切智。知道种种现象，这个现象起的作用，这都是属于道种智。菩萨知道，成佛了，佛是一切种智，就是一切智跟道种智是一不是二。菩萨还不行，菩萨把它分成两部分，不知道它是一桩事情。到如来的时候完全知道了，体相用是一桩事情，因缘果是一桩事情，整个宇宙是一体，根本没办法分割。分割是看偏了，是看错了，你没有看到的全体，所以一切种智是最为可贵。化身菩萨见性之后，念念不退。说若有此土，这就我们这个世间来看，释迦牟尼佛教化我们，这三种智，三种不退你看第一种，藏教出国，藏教是小乘。须陀洹，通教呢见地，别教呢出住，原教出现，这都是微不退。这些人你看，藏通别圆，天台的四教，出国见地出住出现，他们断证的功夫相同，都是断88品见惑。真的为不对，这一点注的详细。那么第二，通教菩萨，别教第十回向，原教实心，明心不退。度众生。有功夫，有忍耐的功夫，再不好度的，他也不会退转，不会退心。众生不接受，他在旁边等，什么时候可以接受，他又来了。
佛师门中不舍一人，是对他说的。啊，一个都不舍呀！啊，不管你对他什么态度啊，他绝不舍弃你啊，是慈悲到极处啊。啊，那么念不退呢？只有别教，初地菩萨、圆教初住菩萨，这是名念不退。啊，其他的都没有，所以别教初地等于圆教初住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我们通常讲华严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华严经说的妄想就是根本无明。啊，分别就是尘沙烦恼，执着就是见思烦恼。啊，它用的名相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如果我们能把见思烦恼断了，就证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能把尘沙无明断了，这就是别教的初地，圆教的初住。啊，离开十法界了，往生到十宝庄严土。十宝庄严土又叫做一真法界。下面接着说，上言不退有三，啊，不退有三种，最上啊，名念不退。此土行者，啊，就是修行到这个地位，别教呢，须登初欢喜地，初地菩萨；圆教呢，需要到初发心住，这个发心就是发菩提，真发菩提，菩提心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才叫真发菩提心。发了菩提心没有做到，那可不算。啊，一定要做到。啊，真正做到了，用心，心就是菩提心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圆教初住菩萨了，别教初地，他们住哪里？不住十法界，他们住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十宝庄严土有41个阶级，都住在这里。叫化身菩萨，啊，通通是明心见性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们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这里文接着说，放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实能念念流入萨婆若海。啊，萨婆若海皆一切种子海，海是比喻
身广无际，啊，皆如来果海，双舌二边呢，全归中道。这个二边，就是我们现在讲对立，所以有一切对立的念头没有了。头一个，我没有了，有我就有对立了，我跟人对立了，众生跟佛对立了，这些对立的念头全没有了。全没有是个念头什么呢？一体。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，一体没有对立了。两边没有了。不得已起个名字叫中道，你要从这个里去体会它的意思。如果你认为真的是有个中道，那又对立了，中道跟两边也对立了。这个时候就告诉你，言语道断，心心出灭。言语道断，无法用言语来说。所以说，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拐。开口想说，决定说不上，你没法子说。动个念头，动念错了。不动念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那就住在沙婆若海中，永远是这个样子，叫清净寂灭。但是它起作用，众生有感，它有应，应的时候，应以什么身？他就现什么身，应该给他说什么法，他就说什么法。这个应该不是佛的意思，佛没有意思，佛不起心不动念，是众生的意思。佛能够随着众生的意思，现身说法。佛现身没有动念，没起心动念；佛说法也没有起心动念。这是我们没有法子想象的，这是事实真相，一定要知道。确实不好懂啊。不起心不动念能起作用，这是自信，是法而如是，自信的德能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起心动念是阿赖耶，那是哪里的事情呢？是十法界里面的事情，这个是出了十法界，出十法界没这个事情。但是虽出十法界，能依旧能够在阿赖耶识的范围，就是十法界六道里头起作用。这才叫随缘妙用啊！我们贤首大师所说的随缘妙用。
这幕后一句话，可见念不退之难证。念不退是发生大事的事情。他用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不用八识，叫转识成智啊，他不用八识。但今愿也，十方众生闻名发心，一心念我，皆生我刹，作阿惟越致菩萨。小本《弥陀经》上也说，极乐国土众生生者，皆是阿毗跋致。要解有云：今净土无逆受我，十念成就啊，待业往生，居下下品，戒得三不退也。这一句话重要啊！下下品人也证三不退，一生圆成佛果啊！此乃十方世界之所悟，为极乐所独有。如是甚意超绝，言思莫及。念老的注解难得，把这些经典里头最重要的经文记录在此地，让我们同时看到，你不能不相信了。你相信，那你得无比殊胜的利益。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净土。孤耀劫又说，非信心之极致。这是讲这样殊胜的法门，是真心本性的极致啊！他怎么成就的？对，心性里头的精华。阿弥陀佛用它来建立极乐世界，用它来帮助一切众生一生成佛，这心性之极致啊！持名之奇勋啊，勋是功勋。其实奇特了，稀有啊！八万四千法门比不上他。八万四千法门是普通的法门呢，这是奇勋奇特之门。弥陀之大愿都皆归到弥陀大愿。四十八愿所以何以有此呢？此就是这一桩事情。极乐世界无逆施我，甚至有谤法，
只要能回头忏悔念佛，通通能往生，而且一往生呢，皆作阿惟越之菩萨。这真难信呐！是尽此两愿，于四十八愿中，如剑拔之红心。这第十八愿呢，那是红心当中的红心。啊，实际上啊，这应该是三愿，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啊，这三愿呢，才是这个红拔。啊，剑拔，啊，剑拔的红心呢是这个三愿，啊，红拔的中心点是第十八愿，十念必生，这么简单，这么容易，啊，问题就在临命终时，你遇不到这个，能不能遇到这个缘？啊，能遇到这个缘，就太殊胜，太殊胜。下面第二十一愿，悔过得生，看特别有这一愿。啊，这一愿呢，说明无论你造什么样的恶业，遇到这个法门都有机会平等成佛。啊，不会因为我造的罪业，我往生恐怕在人家的后头，不是的。啊，真正忏悔，他就超越了啊！啊，我们看经文，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悉念我故，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执众得本，至心回向，余生极乐，无不随者。啊，这是说闻名悉念，发心不退，必定生净土。接着说，若有虚妄闻我名字，借此悔过，为道作善，便持精戒，愿生我刹，命中不复更三恶道，即生我国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这一段经文是第二十页，悔过得生愿，无不随者以前，这一段经文同位移第二十页，文句在兼取唐宋两仪。啊，下面若有虚卧的下面，这才字无疑第五愿，汉仪累之，皆成此愿，名回过得生。所异于十八、十九与二十者，端在蓄势作恶之人。
罪业深重啊，所受果报在三途。啊，今生闻名发心，回顾向善，至心回向，值得求生。临命终时，蒙佛愿加庇，不堕三恶道，往生彼国，是为本愿殊胜慈德也。这是把这一愿，这一愿的经文，在五种云一本里头，怎样汇集的？说出来，字字句句都有原文做根据，没有改动，只是重新组合排列，全部都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，这是让我们看了之后能生起信心。前面这一段，这还是有解释，注解里的还是有解释。这一段里头最重要的，念老在此地说的，断在叙事，作物之人，叙事作物，现实也作物。只要那一口气还没断，就有救。作恶一口气断了，后悔来不及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这三恶道去了。只要这一口气没有断，就有救。所以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，叫他念佛，这定真的是有善根。一听就相信，一听就不怀疑，就马上接受，就真念佛，真求生，信心不逆，愿心恳切，念一句十句都能往生。这经还得了啊？是不得了啊！这个法门赢得设法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，尊称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，光中极尊，这些事情设方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，只有极乐世界。我们读了这些经典，说实在的，过去学的华严、法华、楞严，那个里头有圆满的道理。拿这些事呢，想到佛在那些大经里面所说的，都找得到理论的依据，像法律一样，我找到了证据，有这么一条。那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在经上找到根据啊。六祖大师说的简单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没说出来。华严经上这一句就把它补出来了，具足什么呢？
具足如来智慧德相。啊，可见的一切众生本来真的是佛，都不是假佛，与一切诸佛平等平等。不但与诸佛平等，与阿弥陀佛也是平等平等。啊，这个我们相信啊。啊，我们对于造作罪业的众生，毁谤佛法的众生，一切罪业以毁谤佛法罪业最大。啊，大在哪里呢？令一切众生呢不相信佛了，令一切众生呢造作罪业。啊，所以这个影响的人数多，影响的时间长，那个罪恶就更重了。啊，不管怎么重，重到什么程度，只要你一口气在，你知道了，承认错了，这一回头了，念佛全都能得度。在世间法律上，你造这个重罪呀，非判死刑不可啊！在阿弥陀佛这可行，你只要悔过的话，真正能往生，还能成佛。啊，难怪古人所谓的，啊，古人又问了。佛陀所教，教的是什么？啊，古德回答的八个字：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净土法门里头完全实现了。慈悲方便啊！啊，真正达到基础啊！这些造作罪业的人，罪业深重，果报都是在地狱，无间地狱。阿鼻地狱，啊，这一生有这个缘分，听到无量寿经，听到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要听苏朝要解。佛在经听不懂啊，无量寿经要能听到黄念老这个记注啊，他的注解是记注，即注解之大成啊，他引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古大德的著述，啊，总共引用193部书做这个注解，集注啊，精华啊，所以听了之后相信了，发现我求生净土，我要做佛去啊，回顾向善，至心回向，至心是真诚心，真诚到基础
啊，值得求生，只是培植啊。啊，值得就是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，求生净土。啊，临终的时候，佛加持你，你决定不会堕三恶道。啊，佛来接引你，带你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这是第21愿，回顾得生的本愿殊胜此德，慈悲到基础啊。故云48愿，愿愿皆为众生，大悲慈福，恩德无极。这是赞叹阿弥陀佛，我辈佛土，当何以报？我们如何报阿弥陀佛的恩德？心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报佛恩呐！啊，佛就希望我们快去啊！愿中信念。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悉念我故。啊，这个悉念，指心念呢，悉在一处，把这个念头啊，悉在一处，就是悉在阿弥陀佛，不思其他，这叫悉念。啊，如观经曰，应当专心悉念一处，降于西方。啊，这个重要，这是我们眼前就要做的一桩事情。啊，把心悉念在西方，悉念在极乐世界，信念在阿弥陀佛名号，啊，执中得本，执就是种植，他用这个栽培植物来做比喻，啊，我们种植，植什么呢？得本，得本，譬如善根，啊，得者善也，本也，根也。啊，德本呢是德中之根本，亦是亦故，弥陀名号啊，名为德本。啊，这跟我们说的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啊，德本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。我们把心安在阿弥陀佛名号上。这就是执中得本啊，如教心行正里面说，得本者如来得好，你看都有根据的，都不是黄念老自己说的。黄念老自己说啊，所以他高明啊，真有智慧啊，他自己要给这个经做过注解，没人相信，人家会批评他，会骂他，你算是老几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注经？他这样一搞，叫大家没话说，五体投地，不是我说的，祖师说的，佛在经上说的啊，所以我看到的这个注解，我非常佩服他，太高明了啊，尤其是在他那个时代，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没多久，在那个环境当中做个
佛经的注解谈何容易啊，一句话说错了，说不定马上判罪了啊。这个东西他拿出来，不是我说的，我抄来的，我是在这里抄那个本子抄来的，我东抄西抄抄来的，你要说错是他们的错，我没错啊。真高明，这不是真实智慧，是想不出这个方法啊，来做这部注解，也让我们学的人在这一部注解当中看到许许多多经论的精髓啊，祖师大德开示的法要啊。读这一部注解，就是读了193种书。说此德号一生成念，智德成就满足啊！这个你得的利益，得的好处啊，众祸皆转。啊，无论造作什么罪业，统统都转过来了。为什么不念佛呢？啊，那有些人说，我念佛念了好多年了，为什么我的业障还转不掉呢？你把这个经好好念念，注解多看几遍，你没有做到智信。你的那个心是半信半疑，你的那个念里头掺杂很多杂念，功力不纯呐，你没有得到感应呐。你如果是智心成念，肯定效果不可思议。啊，你会有感应。啊，十方三世德号之本，一切德号当中的德号，故曰德本呐。啊，你要认识，认识啊，你才能够对他重视。你不认识啊，你对他不重视。这句阿弥陀佛，三岁小孩都会念，有什么稀奇啊？他不知道，不重视。啊，真正了解了，对这个名号就非常重视，宝中之宝。啊，听到这句佛号，念这句佛号，叫如获至宝。断烦恼，消业障啊！一点都不假了。你的业障消不了，烦恼没断掉，是因为你不相信他。啊，信他念跟不信他念，效果不一样。啊，你有一分诚信，你得一分利益，你有万分诚敬，你得万分利益。这个话印光大师讲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对这一句名号啊，要万分的诚敬啊。我们得到的利益是圆满的。不能掉以轻心呢，啊，不能有丝毫怀疑。虚无，指叙事所造之物，即过去生中之罪物。我根据前面
生念必生。啊，里面讲最后一句，除无逆十恶，即毁谤佛法的。他里头有这一句，这一句念老的注解注得非常丰富，引很多古大德的解释。啊，最后我们看到善导大师的注解跟别人解释不一样。善导大师解释，因为无逆十恶毁谤佛法是一切罪业当中极重的，佛这个说法呢，是希望人不要去做，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有造这种罪业人不能往生，还是能往生啊，就希望你不要做，所以用意在此地啊。那么就我们就可想而知，现前造无逆十恶毁谤佛法，只要承认错了，回头了，还是会往生。这才真正叫极乐世界呀、啊！真正称得上啊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！真的是普度一切众生。啊，不知道的，没有受过圣贤教诲，从小没人教过，现在的社会混乱，学坏了，他居然造了无逆十恶，居然造了毁谤佛法，啊，能不能往生呢？能，肯定的，啊，只要他回头，只要他认错。回头认错，当然这一部经就重要了，他真的听懂了，真的看明白了，这一下回过头来决定得胜。我们相信善导大师的话不会错，啊，善导大师跟智者大师出现在唐朝，啊，隋唐这个时代，是佛门的两个圣人，历史上有传言。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智者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。当年外国的留学生，韩国、日本、越南啊，还有东南亚的，到中国来留学，多半呢都是这两位大师的弟子，他们回去之后把佛法带回去了，啊，成立天台宗、净土宗，都是那个地区国家的祖师，啊，这些人当年在世都是讲经教学、著书立说。啊，无量寿经注解在日本有30多种，啊，在韩国也有好几种，大概有4-5种在中国流通，啊，成绩非常可观了、啊。
啊，真的是有修有证啊。悔改也，改往修来呀、啊，过去错了，要承认呐、啊，啊，把错误都改正过来呀、啊。悔过者呢，向佛法僧三宝忏悔罪过，誓不更造业。啊，在佛像面前，自己诚心诚意的忏悔。啊，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我，啊，特别跟我说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，形式是表面的，不重要。重要是你的心呢，真的改过来了。啊，形式上这种忏悔的时候有没有没有关系，你的心真改过来了。啊，我们那个时候初学佛来，叫我们对佛法僧去跪下来磕头的时候，我们不愿意。我们那个膝盖吃不下去啊！我跟张家大师3年，啊，就像对一位老人，啊，对个祖父一样，啊，很亲切，没有跪过下过拜的。所以好多人，张家大师还得了？你跟他那么多年，怎么拜都没拜过去，也没有皈依啊？啊，这些学朋友告诉我，然后我才晓得哦，要搞个皈依，啊，他在善道寺做皈依，我就凑在一起，顺便拿个皈依证。啊，这个话说的真话了，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啊，形式不是重要的，啊，佛教的形式是做给谁看的？是招生的、戒淫的广告。啊，用福不招生，佛谦虚。啊，招生还得了啊？我是老师，你们是学生，啊啊，这中国人不干这个事情。啊，谦虚，我们有资格做老师。你们来学的是你们自己来的，我没有找你来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定着很多。你说这个仪规啊，有个舞台上表演啊，唱的有这些偈颂，这些偈颂都是赞叹佛的，赞叹老师的，让别人看了听了有所感动。哎呀，老师这么大的德能，这么大的智慧，我也来学，他自动来啊，绝不是劝他来，绝不是拉他来，不是。啊，我们学生自己学了之后有所表演，我都看到了，哎，这个德行是不错，哪里学来的？谁教你的？啊，释迦牟尼佛教我的，是这样来的。啊，决定没有一丝毫功高过慢的习气。啊，没有自以为是的这个念头。啊，永远谦虚。啊，佛一生为我们表演，我们要记住啊。这个方法好啊。啊，真跟你接触了，接触之后才晓得真好。啊，你自动你到外去宣传了，不是人家叫你宣传，不是啊。
啊，全是自动自发的。啊，所以佛的弟子没有其他宗教多，其他宗教确实他劝这些人来相信，佛教不可以。啊，佛要求弟子，你们所学的东西先做到，以德行去感召，去影响别人。啊，今天佛教衰了，衰在哪里呢？学习经教的有，不去做了，没有样子给人看了，社会大众听你讲不相信，你讲的你都没做到。啊，如果是真好，真好你一定做到。你没有做到，劝我们来做，可见的并不可靠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如果要佛法再兴旺起来，还是要从释迦牟尼佛那里开始做起，一定要先做到啊，不做到不行啊。我们在汤池做这个实验点，在开学之前，我跟老师们做了一次交谈，我就诚诚恳恳地告诉这些老师，啊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，教学最成功的，释迦牟尼佛、孔老夫子，啊，他们教学为什么会成功？为什么能传几千年而不衰？啊，就是他们说过一句话：“先行其言。”你想教别人，影响别人，把你所说的要先做到。啊，释迦孔子先做到，然后再说，所以大家相信。好老师啊，你没话说啊！啊，不是先说到我，然后我再做到，迟了一步了，不行的，要先做到，然后再说。自己没有做到，就在外面说，说到最后怎么样，产生什么效果呢？反效果，人家对你不相信。你看你说的没做到，全是假话。啊，所以学生对你的信心升不起来。啊，现在这社会就犯这个毛病啊。所以社会大众对老师啊瞧不起了。你要知道，旧社会里头，老师虽然很穷，是穷秀才，甚至三餐饭都捞不着的，但是他的社会地位非常崇高。读书人，尤其是教书的先生，走到任何地方，没有人不恭敬。那读书明理呀，圣贤之道在他身上。所以从前教书人，不是像现在称老师，以前教书称夫子。啊，孔老夫子是夫子的头。称夫子，你们看《了凡四训》那个光碟，啊，你看看那个什么那个于金义与赵申记，于金义就是做夫子的，啊，那他我们做夫子的人，就是现在说我们做教员的人，真干呐！啊，但是于金义做父子是表面上干，外表上装的那个样子，实际上里面没有干，所以被灶神呢，训斥了一番。
啊，你做的全是表面的，啊，你的心跟你的行为完全相反的，所以你造孽自己不知道。啊，他不错，到底是读书人呢？一说马上就明白了，马上就忏悔，改真的改过自新，命运马上就转了。啊，没有人跟他宣扬，实际上他改过自新的那个效果超过袁了凡很多。啊，没有把他这个故事详细的报道出来。啊，袁了凡比他还差很大的一截。啊，真正是改过自新的一个最好榜样啊。啊。悔过啊，向佛法僧三宝忏悔罪过。在现今的社会，大家还不知道佛教，对这还有误会。我们讲求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啊，内心真正忏悔，佛菩萨全知道。本愿名回顾得生，故知回顾乃往生之关键。盖一切罪业从忏悔灭也。这句话要紧。罪用什么方法灭？忏悔就灭了。啊，不知道忏悔，你的罪灭不掉啊。罪灭不掉，一定有果报啊！果报在现前是灾难，是疾病，是灾难；在将来，那在地狱。这叫真错了。啊，遇到佛法，遇到明白人，遇到善友，劝导你，你一听就明白，就觉悟，这是真的福报。啊，没有忏悔不了的罪业。我们要相信这句话，什么样的重罪忏悔就能灭，就能灭得干干净净。持戒奉持，命中不符更三恶道，即生恶果。啊，忏悔的人能够信奉持名念佛，命中之后不会再堕三恶道了。不但不堕三恶道，你求生净土，即生恶果，是本愿之主旨啊。啊，这个后头这一段文非常重要啊，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们留在下一堂再学习。